民众手里拿着小黄卡，排了又排，等了又等，终于等到疫苗施打。基隆市政府九日在基隆港务大楼开设大型的接种站，提供了 Novavax 疫苗一二三四剂，让民众多了一项选择。就时间到了啊，现在疫情这样还是会怕，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就先过来打。因为我免疫力不差啊，所以医生叫我来打这个比较好。一整天下来，疫苗排队人数大约维持在60到80人左右，不像以前大排长龙。民众说，施打速度很快，秩序也很好。因为保护自己啊。啊，会怕这个疫苗有副作用吗？这应该跟高端吃蛋白应该没什么副作用吧？因为我第三剂就打高端的，所以这剂第四剂。对对。卫生局表示 ，Novavax 疫苗是新的疫苗，接种之后不良反应很少。无论民众之前打的疫苗厂牌为何，都可以混打这款疫苗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